一对夫妻两肉住23平现代宅，屋主希望透过重整场域规划来满足生活需求，同时于空间内加入伸展单杠器材，让疫情在家也能有尽情挥洒汗水的小角落。在今天的影片中将提出三大设计重点，首先介绍质感灰搭配水磨石的现代感居宅，再解析如何于公领域内规划流畅动线，最后与你分享开阔客厅升华家人情感的小技巧。空间以质感灰色为基底，同时搭衬深浅交错的木质柜体，铺叙温馨舒适的场域氛围，最后以备餐柜的水磨石立面作为整体设计亮点，营造日杂感的居家空间。以开放式公领域为设计主轴，客变式设计一房，拆除既定隔间作为开放式书房，最后以 L 型行走动线依序串联起餐厨、客厅及书房三大场域，塑造敞亮舒适的公共空间。为了打造夫妻俩一同观影休憩的疗愈客厅，设计师于空间中心放置沙发，后方书桌则为坐立时的安定面，同时展示隔柜更化身天然景深，侧边廊道结合伸展单杠，让客厅一次融合多种休闲机能。赫泽室内设计不仅于此案空间内实现生活美学，更以屋主的喜好需求为出发点，在兼顾设计细节的情况下，成就一所温润柔美的现代夫妻宅。